现在好好的搜一下，然后练一波枪，把这个手感呢逐渐给它找回来，一会儿我们还是会变得像以前一样强。好的，压不住了，压不住了，兄弟们，这下面是不是有人？走，去打下去。他们正在焦灼，是不是在焦灼的打架？要来了，要来了。他去收东西了，走走走，趁机，快快快快快，一拿一拿一拿。开车走，那开车走的时候，我就直接一梭子摁到底，把他秒掉，无敌。他还在搜，还在搜，他还想把这个地方搜完，让他搜，让他搜，搜完了。小团团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啦？一条小团团，你变啦，兄弟你变啦，你变得讨厌啦，为什么变得这么怂？为什么呀？团子你变啦，你变成个老六啦，你把人家都吓傻了，你还很开心啊。团子你变了，你变成个老六了，你现在打人都打不死，只能赢他们呀，没办法对抗了，必须要当老六了。这位兄弟请原谅我，我太久没玩啦。没办法，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，真的，说实话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变菜了，太久没玩了，我们需要熟悉一下自己的手感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先让我阴他几个人啊，不着急，知道吧？终究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个人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对吧？各有各的玩法，对不对？情况，我一个 Q 过去，我直接一顿砍，他也必死的。他开车的时候他是没有还手之力的，我直接勾过去对着他就是一个升龙斩，知道吗？对他就是一个上挑加一个升龙斩，他怎么玩嘛？他怎么玩嘛？他根本玩不了，我只能说。所以说，很正常。